花花鸟啊，有啊，有鸡啊，差不多五指那么大，黄尾瓜啦，安尼袂细尾啊。啊，我都无爱钓诶，我改啊，我当去第六支，钓满腿也同款啊。我诶，冰箱啊，洗得久诶。啊！对啊。啊？看看了。啊，还那个还没有剪呢。昨天就是钓，他们是钓，不过他们钓阿波比较会咬。他甩那个，甩大概两三只竿子圆呐，钓进都不会咬。昨天那个线溪就两种鱼啊，一种就是呱呱，一种就是那个青鳍啊。金茂，哎，现在可能要去路南钓钓看吧，钓干草底吧，啊，不然你就要早上来钓啊，早上来鹿溪这边钓那个溪边的，靠希望啊，我今麦抓，哎，那沙鸡较好捡，来倒个台椅啊。哦，还搁咧揪咧，哎呀，无拍个啥，搁咧揪咧，搁有量够多，要来走，我该算啊。对啊，揪无别项啊，老大，你别看即摆满海拢乌啊。我嘛要揪别项啊，无大啊。啊。对，我爱耍尔，我爱耍蚵仔尔。啊，所以讲我根本拢哦，买钓人抱的。嘿。我要钓讲哦，要打捞唔到安尼。啊，加钓拍头的哦。啊，啊，迄种啊，拍头的。无意思啊。迄种的。河面。河面哦。河面了。系啊。我讲乌乌安尼啊，长长嘛。河面。那真正白面啊哦。嘿。白面啊，我那是一定要钓哦。嘿嘿。搭一边，搭一边钓。哪一边啊？我一边啊。啊啊，将只哦。嘿。这边只我就是徛港啦，我是看到只较深。是哦。只较深吗？阿姊。啊无啊，我咧钓我。嘿。我咧钓小大尾。对啊，看你咧钓大尾的感觉啊。有啊，我
我们放生的时候，这个鱼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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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
赞！哎呀，上班啦，上班，我啦，即我上班，上班有阵，我伫遮上班是有到五斤啦。吼！啊，敢钓肉粽边？啊，那是从哪从哪钓啊？是哦，啊累哦，吼！啊，我阿未翕相，我头壳唔着个台。嘿嘿嘿嘿。哎。啊，有人话你台鱼也未歹哦。所以讲，我你讲无咧钓。自动针对讲吼，要公大尾，啊，细尾唔止，像我这细尾这，要钓公大鱼的。哦，我知啊。是啊。嗯。要钓公大鱼。啊，我就爱，我就加爱钓我尔，我无钓别款。你无你，你爱你爱改进，是许主要是讲，你爱钓讲对讲。啊，什么鱼啊？就是。人要吃。哦。我准钓啊，我钓啊，落过来伊家。嘿，袂食，袂食，哎呦，食甲好啊咧，袂食。你乌鸡只啊？嘿，这乌鸡等于也唔食咧。是哦。啊，所以我钓甲，哎，红烧都免讲，我红烧。乌鸡，乌鸡也现在唔就人，乌鸡也现在唔就人要买。啊，无我无咧卖。无咧卖吼，你拢钓厝边。这红烧即尾剩个三斤。哦。啊，所以阮就是啊，讲。对啊，大尾的，大尾的，就是，嘛是爱等啊。大哥，你敢住彰化？无啊。哦，你唔是住彰化？你住南投，我嘛南投啊。南我伫外滩。我住台中啦。我即住台中啦，我住南投的湖南港工业区。哦，我知。我捌听你的口音，听起来无像海口的口音。我阮那边真多医生，会讲腔。哦，会讲腔哦。叫来呢，工作拢可以讲。安尼哦。是哦。啊，你啊，定钓刀啊，钓刀啊，甲鹅啊哦。嗯。这种的，我就讲，因为像我，打工我拢摆钓。啊，我都爱钓伊的拉力尔。啊，你钓拉力，你啊要定公鸡，你啊，你是二只，二只，公鸡你啊讲。真诶吼，嘛真有力啊！互你，互你连中三届安尼吼，你就出名了。我甲钓一届尔，而且钓一届食到遐远，乌遐食了。我钓鸡，我拢是算讲工地老弟，有哪着钓几五尾呢？哦，厉害！啊，你啊，加救哦！你我第三尾尾吼，救了过。啊，我拢搁拼哦，不要啊！是哦，一条银巴。啊，了面头前摊开倒，个个你着讲摊开倒，啊则金波，啊金波上，啊怎开安尼吼？安尼敢毋捌落过？较罕，较罕，应该是已经无力啦，无在。啊，你着注意啊，就遐个遐鱼啊，扛较死啊呢。哦。平日遐上钓，起落遐来，扛较死啊呢。我本来就讲，遐都无乌湖啊，哪会看到一个乌湖啊？哦，大哥谢谢你。啊，即马几岁？哦，啊，唔教我伫个咱屯遐拄着的，哦，嘛是一个，哇，迄个我大，迄八十几啊。啊，钓鸡咯，我感觉钓鱼鸡咯，身体还好，我头。嘿。厉害啦，七十岁过才来才钓，厉害啊啦。我知啊，卖白啦，即马敢卖白危险。成百十块都不容易过。嘿啊，即马白危险啦。
诶，无听人家诶五百米诶，即马爬嘛是危险啊！你啊，爬爬讲成只诶，我第一组咧，第二组咧，第一支、第二支伤济人。啊，无你第二组咧，啊，安尼，逐家拢安尼无，安尼我若学起来啊，经验诶问题，技术诶问题，真诶是技术。无，迄毋是我诶。那叫做用，几钱？用就来用，可用则用，吼。也是两钱半哦，会使用就用啊。那有机会再来钓吧，真的是乌鱼真的超级多的，今天呢、啊、也不知道明天会变成怎样了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下回再见了。